你坐好。希望这不是我的最后一集。好痛。这套可是宝贝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天价，你们划走就草率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妈，今天呢迎来我新的企划叫李妈帮你画，我邀请第一个来宾是下流欧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下流欧巴，正片还没有来。那我今天要帮欧巴完成他的梦想，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大家敬请期待。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最后一集。啊哈。人在三重，那干嘛呢？学习新的妆容。那为什么来学习呢？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接触过，那一定要去请教他们。那我们 Let's go， 一个老旧的住宅区，那是在三楼，但是三号是哪里？就是三号吗？那爬了几层楼梯？Hello， 有请来的，请进。不对，今天的主题不是他。今天来的目的呢，主要是要深入了解舒涵镇的妆容需要用到什么工具，以及怎么样的去执行。我们是年纪大，所以提了之后会拉皮。用提啊，就让提。那我是不是也要拉一下？你年纪大，我年纪也蛮大。所以他是其他要做直播啊？什么直播？要穿 cos 的，他不会直播，他是拍影片，比较多是变装跟拍悬疑的。有那么多妆可以变啊？他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头发就是他的冠是要用直的，打法跟冠是分开的。但是他太多时期跟太多服装，那我们只会选一个时期做，然后就不一定会每个时期都做。特别活动宣传的时候他们会做，像这次那个少女素安针就是霹雳公主，这就是衣服了。衣服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所以你不知道顺序。可是因为他的衣服还蛮简单，结果我第一次穿了半个小时以上。让我们看下去吧。由于拍摄到手机没电了，所以就话不多说，正片来了。本身本性的本性，转入转到是转型，脑中尽是做漫画，将个文武换变天。